前警员非礼六个女童早前判监46个月，上诉庭话原审判刑过轻，被告重犯嘅机会高，改判监禁5年。 被告余俊钦案发嘅时候，隶属毒品调查科。佢喺2017至2018年，透过社交平台结识多个女童为兼职女友，借此见面非礼对方。佢承认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，非法性交等8罪，涉及6个11至14岁嘅女童。原审时判监46个月，律政司提出刑期复核。 上诉庭裁决嘅时候，话原审判刑嘅时候原则性犯错，判刑过轻。引述被告心理报告，认为佢重犯嘅机会属于中等至高，改判监禁5年。